国内弟兄姐妹，我能安能实证，预备心，历经百顺啊，胡林东享受英语崇拜，上帝，基督已经不活，但我中国拥有与关系，都归于说呢，对经济得到影响，基督已经不活，哈利路亚。美在主耶稣，统治完美君神，使人知之生命化身。主我所敬仰，主我受尊敬，主使我玲珑了欢喜。美在芳草地，胶原更加美丽，他们皮肤灿烂春意，耶稣更清洁，耶稣更美丽，能使愁心发生歌意。美在是朝会，夜月更知惊艳，繁星灿烂千遍诸天，耶稣更辉煌，耶稣更皎洁，光华照彻天上人间。我动心的记录天后，我感觉你教的名声，我感觉满心的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你赐给我感觉这美好的日子，使我感觉能够聚集到小队，使我感觉能够有机会来听上来的话语，使用到这些这时来，我感觉没变化，跟弟兄姐妹面对面见面，我感觉没变化，就心态当中敬拜主，但是我感觉却可以借着网络能够敬拜，基督主要的敬拜主，这就是好的美好的恩典。主，你基督就在环境当中，就在时代，在我感觉的过，在我感觉的先，在我感觉随时的帮助带领我感觉，因为你是我感觉的帮助，是我感觉的力量。主，你带领我感觉，就虽然我在环境风雨，有一种有真难的困难艰苦，但是你所赐予我个人内内心的平安，必定大过这些的疫情，大过这些外在的困境。做你帮助我个人，特别对这时代，做你兴起之前关之前将军者，去一个人地下，再一个人修的怎样？将接受一个疫情，能够正确的做正确的，让接受一个疫情能够困难做，做你也可以医药许来医药研究的人，能够正确的发展发明新的疫苗，使病症病毒能够得到治疗，许多病人呢能够正确得到复原，许多医院护理。主，你要保护一个人，帮助一个人，使一个人就救别人的时间，一个人家的生命也带着保重。主，你帮助我个人，就这小段的时间，使我个人就可以借着推进记录感受呢，记录的情感，能够记录的就受难的话语当中带着帮助，带着力量。主，你帮助我个人扎心，也借着圣经的话语，在我个人记录着上帝的话语当中，能够一动两手，你所给我个人的智慧能力，所给我个人所应许给我个人的平安跟喜乐，求上帝跟我个人同在。主，我忠心还会记录，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扎心的艰难灾难的经文记载着马太福音二章
14到31，马太福音1514到31，让两个个人唤起心境。马太福音1514，天国又何必小羊人要往外国去，就叫老不应你将一个家业交给一个人，按照个人的财产给一个人，愿主小也给了五切，小也给了两切，小也给了十切，就往外国去了。那两五切的金钱念去做买卖，另外提了五切，那两两切的也照样另外提了两切，那两十切的将愿主骨灰地将做人的愿主埋葬起里。过了金翁时间，那些不应的做人里了，将一个人送掉。那两五千元住的，不带着那另外的五千里，讲主啊，你教训我五千元住，请看我不提那五千。主人讲好，你这有良心、有忠心的不应，你在不多的世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做人的快乐。那两两千的压力工作啊，你教训我两千元住，请看我不停留两千。做人工好，你这有良心、有忠心的不应，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做人的快乐。那两小千的压力工作啊，我知道你是隐性的人，没正的地方要修改，没善的地方要注意，我就真惊却将你的小千元珠埋葬在地底里，请看你的王元珠在这里。做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烂的不应，你既然知道我没正的地方要修改，没善的地方要注意，就当将我的冤主放去对还冤情的人，教我你的事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不过一些小千里，他那有说话的，因为荒芜的还要嫁给他，叫他由于魔恶的，连以所恶的，也要夺过你，将这乌暗的不音丢在外面黑暗里，丢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上帝的话，随着上帝的旨意，感谢上帝。弟兄姐妹平安，查心不跟大家分享的做的事，为记录公共重大生活，为记录公共重大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开心可以跟弟兄姐妹在网络上相见。虽然我个人我没办法看见到大家，但你个人可以看见到我的时候，我就真开心。这表示你个人有参加崇拜，感谢主，所以佢我个人做了看无的事，家庭后也恳求心灵开两个人的心眼，让我两个人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按照祝福大家，莫让外在的环境怎样动荡不安，做所事佢两个人内在的平安，是敌人同冇变化都巧的。我相信中国弟兄姐妹们，今天弟兄姐妹都一拜做龙，做龙跑着我就加两个人，两个人天后的关系是好跟主，两个是天后宝贵的意义。接着做龙做耶稣接着教导两个人的记录，就应该向天后表达三笔愿望。当人我爱中一个名为神的时间，
上帝的国就降临，上帝的旨意显着地上，如同显着天上。耶稣基督的降临，将中间是隐藏的奥秘向咱个个人显明了。耶稣基督在地上三年半的服侍当中，已经来找按比喻将天国带到咱个个人面前，就得希望咱个个人会明白天国的意义，并且能够在地上执行一个旨意，活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这是所罗门当中所必的愿望。两个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彰显天国的概念。在今日这适当的经文当中，耶稣基督将天国比喻成所必家庭，这所必家的主人不准备出黄金黄的围墙，当一出门一声，一种家的建材本身三恶，由三年内来管理。那看见到这些做人有精准的特别的观察的能力，一些按照各因的栽种去一个人面前，三年不因不尊做人求得的两小老就千两元住，两千两元住跟五千两元住，这三年人对待现在的婚礼有两种，这种是尽努力的课题，另外一种是将做人所可以的现在卖起来，最后不懂的定期去做人。在这里偷着点跟大家分享的你两小，在这里两个人首先就明白上帝的作为不应一个人手动的摩西呢是属于义的产业，所有的一切都是跟主人可以的，在古典外的制度之下，主人在不应有做代的管理，包括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属于主人的，主人可以随时将义好像物品化来交换。这一点跟咱个基督徒的生命非常的相似。当咱个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咱个个人是着基督底下成为新造的人，古旧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做耶稣基督，是给咱个个人新的生命，一切都得尊重迄个良心，没人可以为家所有的。你夸耀，就好像雅各受教导一样，两个人没办法为闽南的夸耀，因为闽南怎样，两个没晓得，两个人也没可以为自己的生命能力的夸耀，因为如果那内向呢，总留两个的冠冕，所以可能两个人的生命，两个人是没办法为因何事的夸耀的。那款年的开始，世界好像经历了像伽利略所描写的灾难，小亚及小亚的倾倒下雨，两个人就当中也经历到最难熬、最痛的时候呢。更严重的是，两个人完全未晓这一经的冬天是哪时候的过去，就更难。今时今日，就现在的环境当中，两个人更加会晓得，我的每一个都是上帝的恩典。当世界各地分享所过对抗疫情的政策之下，许多人都在偷着去感受到，我来家，你的伴，你的羁绊，你的希望是怎么个？天人同无变化，将恶。明啊，作为基督徒，侬啊亲亲的知道，上帝跟侬啊同在，即使着灾难之中，着疫情之下，做耶稣基督的爱，从来无离开侬啊个人，叫做帮助侬啊个人回转、回归、
悔改，伊应许讲有准备下面两个人的过患，以地两个人的治法。今日耶稣基督骨中了两个人的生命就治疗，让两个人各正光好，就这时代我错莫说用的生命见证你，让这成为上帝希望的管道，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当两个人明白这所有的一切，包括这的生命，都在上帝所授予，两个人就应该谦卑离开上帝面前，莫信了可怕的洞察阴性的上帝，一念是两个人。并且按照两个人的能力，授权两个人建在，授权两个人安息，将责任也交在两个人的手当中。如果你有管理目前的能力，去两个就应该感恩，莫可以因为恋老目前就有自家炫耀。如果两个人哪有管理缺欠的能力，两个也要感恩。莫讲因为两小的酒就莫上脱咗，上帝知道你会有变化，但你话嘅担住，伊就将你话嘅担担，你话嘅责任托好佢。如果你虽然呢有变化，心但目前嘅能力，伊那肯说切去说代你漠视，代你没看到。就让你没变化，就跟老断断，带着怎样的发挥跟满足，因此莫信了可骄傲的。两个个人应当常常感谢上帝。如果你是小皮千里马，那上帝就是小皮照样伯乐。一有变化，能够个人接受为认识你，并且了解你、知道你的上帝。相爱是两个个人的福祸，两个人应当感恩，为伊所交付佢两个人一切的事上真心竭力。若有限的时间当中，也就是我的每一句努力使用手当中所有的，去拼搏，去听，去实现上帝对两个人生命当中的结合。在两个的音色没许多。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去赚取，去赚取那两五千的就运住念个做买卖停了五千，念两千的压路去做买卖不停了两千，念小千的就运住买就不得了。所以过了金恩的时间，那些不应的做能力了跟一个人送掉，从送掉一两笔债，可以看看看到做人当初去一个人运住的时间，就我让一个人去做买卖的意味，作为不应两手接受被煎煮后，只要一个人短信去做，上来所去一个人的知识是有提无息的，因此。听见你意料之外的事，一些意料之短的事，怎么问题的公布悔改，不应如何对待家所两小的。经文讲到，三人两老见灾的人，一个人对见灾的态度不难转，小转世尽看念我做买卖，另外小转世将钱卖到土地里。两个默默之啊！如果我是去三年两短短的小呀，我会怎样做？当上呢，将机会、将钱财、将安息，放到两个人超短短的时间，我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去面对？我是去赚取更多，还是先哦，不莫做？即使被世界就来土地没用的。无论单单为了挖掉，就要付出全部的精力。网络上有许多的声音，总想批判对人类。一个人认为人之所以人为什么会
病菌呢，是个因为伊懒惰，是个因为伊没努力，是个因为伊没上进，伊不管真钱，所以就中原的大乱之下，许多人认为哇，真难缠，做得伊真难惰，就好像毒品这些人，侬啊看这毒品，这些别个毒品，这些人农民的狗，一下就烧完。泡面，先拿土摸的泡面，但是已经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一种所有甜的煎土加冻了，一只有这泡面可以酿一不落，可以吧？所以你看见到，就直接到一只水啊，农民的工，一已经就正常加所有的能力去赚取，但是一所过的日子还得挤满餐，所以军人。你讲今年军人不在的，一虚力的，就虚的，就当着兵军得力的人，一根本没时间去思考，去想怎样来改变一个生活，因为每一个单单为了活着，就已经耗尽了一所有的时间，一所有的精力，所以许多时间。无论侬啊，可能细小呀，负责嘅呢，还细小呀，平均嘅呢，诶，硬嘢咯，侬啊可能真嘅上强嘅能力，小呀平均嘅呢，有太真大嘅责任，咁忽然被迫一个人冇变化，寻求改变，也冇时间，也冇精力，也冇机会去提升一个人，去改变现状，即使比现状。就世界各地都不用你所有的人都有一点的举步每些人的起点都不需要人家回到经文当中的三年不一这三年人应该就感恩的是对一个人将整下外之生一个人之中做人求得的两小老小的可观的结果因为一无所有的伊也无需要租赁开瑞打拼，一个人可以用只手当中所有的去提，去实现更大的梦想。就好像经文当中的迄两样人，只要一个人好好利用做人所可以的本领，努力去赚取，去做，跟一个人能力相当的投入，就可以得到回报。但第二句面呢，就将做人所可以的钱卖起，这是代做人极大的目的性。如果人家将钱财，比如像上来所可人家个人的机会跟恩赐，那话人家个人莫看待，别着人家个人民生的需求，够啊，就好像小呀，心灵的家。所有的人都应该善用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合适。如果两个人有参加崇拜，却没参加服侍；两个人有听到，却没行动，两个就内少呀，少来加得力的人。就少来的加团队，虽然有大有小，但是就少来的难度内以大小。你不给，你一小人能做的比较少，一小人能有办法策划许多的事情，有办法做许多的代言，代表相信就比较少。你怎么给？这是世界的标准，你上来的标准，就上来明示，一所看到的是你这小人能，别着两个人明示的时间是没少。我细小呀，短信忽碎的人，还细小呀，将做所可能啊个人的计划、才干跟安全通通卖起的个人，总话有少讲，当做人锻炼时间，每些人除了面对做人上涨的时间，另外个人就知道，另外所面对的是上来能量高一少个。两个人要怎样跟上呢？高调呢？高调的时间高了，
为什么处理到上的民生，咱两五千的跟两两千的，都另外带着所赚取的，背着做人民生，做人带着五千跟两千，这两年应群去赚取的人，到一个平庞家是适用的。那看金乌，你的乌脚，马太福音，你的乌脚，你的一节跟你的三节，做人讲好。你这不良性、不端性的福音，你在不多的事上不端性，我要做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在你享受你做人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你面前端性是有享受的，像你讲，你就不多的事上不端性，我要做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侬啊，看看，家所生的这些话的做，是你我慷慨。侬啊，个人做的虽然是没事，但伊却劝侬啊个人取舍。事实上，侬啊个人所做的是虚荣的有爱，但做却劝侬啊个人许多的机会，让侬啊个人可以得以民生，表达端地。一有那侬啊个人的悲伤。伊也食着两阿个人嘅悲伤，伊只好两阿个人，恁两阿个人能够做先咯。伊是当两阿个人正本好端性嘅悲伤食嘅时候，上来嘅只好就加倍嘅领教，伊嘅子儿就得以相助到哪里。当做不理解两阿个人送掉嘅时间，两阿个人就可以欢欢喜喜嘅。教做民生，就教教长，生活方面的上来，也无忽略许些无端性的人，一代许少也懒惰、多动、不讨照求，你特别上来所给予的职业机会，跟恩赐，将上来所给予的，统统卖起你的人工，你是少也不恶不难的福音。将你所有的都过你必要将伊丢在外面黑暗地里，就是呢，伊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就是代表呀，不恶不难不应的情况。既然当两个人伊就呀，就边望边面看的心哦，你看上呢，代之两军人的心怀的时间。那个人再次被提醒，假设说呀，人是为人。如果那内向呢，可能那个人的生命、机会跟才干，人家根本没办法赚取任何的脑，就接受被世界最贵脑都莫管金钱。但是想呢，一图免疫的，可能那个人使用，最近就玩落上。我看年糕是比较新闻，可能一些弟兄姐妹要看年糕，对意大利有时候也搞得上外的中外，都以断留着半度的时间，也需要用护额的机器来帮助伊护额，都以好的时间，一看年糕，一使用小根护额机所使用的贴用的时间，一贴了。伊讲，是啊，我天上呢真实，伊做来无上够，呼吸血管嘅空气需要一万台嘅钱，两个人也需要。上呢每血管，可能两个人免疫嘅空气，主要嘅空间，过梦想、信念、内在嘅平安，等等这些，都得冇变化用金钱。被记载的，又不是做耶稣基督，做了两个人的画面，两个人没办法做任何的代言。所以今天，当做在你跟两个人送掉的时间，你们预备好了吗？你将写呢，可以念出你一度的红血，你跟上来，就上来面前站立的罪。路加福音里一种记载说呀，捐寡妇跟斋做的分享。
为信哦，金瓜好所丢给人也受精，耶稣基督却夸伊所丢给比军人不舍，其实我们图着用做所看待，是两个个人接受人人度过两个人所在时，我代做思考短信。当我我的悲伤的时间，将来的应许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天后跟两个人心着莫切可以帮，盼我两个人每时人都被提醒为基督公共重担的生活，欢喜的良宵，殷勤的赚取乐意的方向，努力赚取是两个人的本分，方向是上帝为两个人所开拓最好的管道，到哪里就记录的心怀带心，都一千人两个人世上呀，短信不良善的不应，可以尽力享受做两个快乐的时间，下面后就是带两个人最大的享受。我两个人都低量的生活满意所有那在我一个职业在地与中在天所有第一志气，我做最好所有我的听并且我的忠心一话语的人，我做最好一个话语。听着每接到你两个人从回应诗歌壮说偶外玄玉压入传说有我先于耶稣，传说有我欢喜先，我要时常爱主靠主，与主相亲至永远，传说有奉献，传说有奉献，先于爱我尊贵救主，传说有奉献，传说有我先于耶稣，主的脚下我归依，世界快乐甘愿撇弃，求主收我于现实，传说有奉献，传说有奉献，先于爱我尊贵救主，传说有奉献，传说有我先于耶稣，灵魂圣地都奉献，救主圣灵向我证明，主已属我，我属主，传说有奉献，传说有奉献，先于爱我尊贵救主，传说有奉献，传说有我先于耶稣，使我完全属耶稣，救恩喜乐充满我心，高赞荣耀归主名，传说有奉献，传说
有奉献，先于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弟兄姐妹平安，让两个人以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爱。感谢主，两个人现在可以继续透过网络来敬拜上帝。可能两个团队的长辈对于教会现在所提供的参加线上奉献的方法有困难，其实弟兄姐妹可以另外做个小样代言，就是可以将你的奉献放到撇客上，定于会教礼拜龙的时间，将这撇客在大会教会来参加奉献。现在是加入报告的时间，首先欢迎弟兄姐妹跟两个个人一同来敬拜主，虽然在线上，但是两个个人可以借着上帝的话语，彼此得到慰容，我天父的恩典相跟两个人同在。这个是别的报告，对两个团队的弟兄、丁英贵弟兄，就使我生活安息坐怀，使我死了后已经回华了。两个向家里这一最亲切的慰问。各位从4月13日开始，一直到5月1日，拜一到拜五，都有每日免费的视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若有收到这信息，可以点开上日3月9日的视频，另外可以到线上。借着木家的勉励，一同来参加领袖，一同来敬拜主。各位虽然实体的崇拜定制，但是都改成线上的崇拜，所以东海活动也改着线上的崇拜。两个团队，如果让我去将你给送，那有参加这东海做你好的考量。都可以到郊外的，都可以到这种样的时间参加线上的崇拜，然后的崇拜，有双语、华语跟英语的崇拜。我想来祝福大家，今天的报告就到这。当万物主要所被都被控制，天父向我的主啊。圣灵的感动，永远跟你们同在。阿门。